算了算了，忍住忍住。哇，吃点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一会儿再说。吃点吧。你是不是自己想吃？我就是自己想吃。吃吃吃，吃点吃点。韩松韵虽然已经是30岁的年纪，但是在以家人之名中扮演女高中生却毫无违和感。不仅如此，跟张新成和宋威龙更是 CP 感十足。在一期综艺节目中，张新成打算请韩松韵吃饭，但没想到遭到强硬的拒绝。接下来他一个口误就暴露了真实生活。啊，你吃什么？你点吧，我请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啊，你一点也不要吗？我不要。你确定？嗯。你这么有骨气吗？嗯。你是不想吃还是不用我请？我请你，我有现金啊。你有现金？嗯，走说。没想到谭松韵直接来了一句不差钱，还反过来要请张新成吃饭，这豪爽的态度让张新成都有点懵了。看得出来谭松韵平日里还真是非常阔绰了，瞬间暴露了他小富婆的身份。看完视频，我们来玩个游戏，一个人只有三根头发，为什么还要剪掉一根呢？